博豪试探步要打苏伟，好不好？再做一个 crossover， 个人单打，高难度的出手，工程师打出不一样的战绩。哇，这个球聪明啊！完全没有人注意，球已经发进来了，高不好。两边在第三节的一开赛都启用先发阵容，空对，没错。哇，大场面还是要看高国豪一个人，一个简单的掩护就在外围拔了。国豪的进攻篮板翻身直接找篮筐，当仁不让，没。进攻阻挡了安福伯第一拍的接球，哇，这边 ankle break 了一下，高国豪这两分加上去三球。裁判 no call 的情况下，比赛持续进行，来看一下高国豪这个拉开锁上再加上去，37-29，国豪，后仰 pop shot， 今年简浩有31%的三分球命中率，漂亮的换手运球，高国豪用自己的单打创造出空间。立即搜寻四季线上。